没兴趣。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哦，什么叫相遇，一定要在那个时间，大家的 X 是一样的，可是这是什么图？ VT 图。所以你只能保证在那个时刻大家的速度一样，你可以保证大家的位置一样吗？不行。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你不能说 T 时刻单车相遇。然后呢，再来T 时刻谁在最前面？你只能保证 T 时刻谁的速度最大，谁的速度小，谁的位移大，谁的位移小。你可以保证他们谁在最前面吗？也是不行。所以那个，那当然这个 T 时刻斜率就看加速度，然后平均速度，平均速度是什么？位移，位移就是图形下的面积，所以时间，所以丙的位移应该是要。最大平均速度，这样，这其实跟这次学测有其实有点像。再来，出发后 T 时间内平均加速度，平均加速度就是末速度减初速度除以时间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正确的。其实这题跟这次的学测有点像。平均加速度定义就是末速度减初速度。它会这个时间之内最大一点。好，第二题呢？第二题有没有问题？你要问对不对？好，一个列车沿直线呢，由静止从甲开往乙，最初八分之一是等加速，最后是等减速。这种题目呢，画 VT 图，因为你在公式，你发现它有三段的运动，其实有点复杂，所以 VT 图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那现在问你全程的平。速率跟最大速率，因为它是同一个方向，所以平均速率跟平均速度其实是一样的。你只要把你所走的位移除以你的时间，这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前面第一段是八分之一，后面是八分之一，中间是八分之六，所以全部的位移就是一。可是时间要如何处理？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处理时间。然后他要问你最大速率。好，所以我们心中读完题目，我们大概有几个想法。第一个话，地图；第二个，我要设法把这些时间揪出来；第三个，我要知道这个最大速度要怎么表示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就看个人喽，因为这个图形哈，这三段时间到底是几比几比几呢？你可以偷偷画个辅助线，让它变成一个长方形。那这个长方形跟这个长方形跟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就是二比六比二，其实就是一比三比一，所以代表他们的时间就是一比三比一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可以设一个 T 三 T 跟 T， 就是第一个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最大速率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块面积是二分之一的底推高。所以二分之一的底推高是八分之一，所以最大速率可以表示成一除以四 t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他要求的平均速率比上最大速率。平均速率是位移是一除上时间五个 t， 那最大速率刚刚说了是四 t 分之一，你这样比一比五就是四 t， 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再来第三题应该还好了哦，第三题不用讲了。你说来不及唱没关系，老师会上传哈、哦。第四题也还好，第五题也还好了。第五题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气球，对，真的想那个超级九号一六八一说，因为它是有惯性的，所以你包裹跟着气球一直等速上升，包裹也具有那样子那个瞬间的速度，所以当你包裹落下受到重力，可是你上去的速度还没减上。好，他们是拆好几，然后就二零四五的放在做这个，对啊，这个差不多。那个代数字就是好，这个那你可以用数字代啊。啊，对哈、啊。一个带数字啊，一个一个数字带啊，那不行。
喜欢就可以。如果你不喜欢一丝分解，就戴丝丝啊。我好像喜欢这种。第六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、哦。你喜欢用公式就用公式，你喜欢用 VT 图就用 VT 图。好，再来第七题最难的。第七题哦 ，AB 是一个光滑斜面 ，AC 是一个粗糙斜面。如果直点从 A 静止释放，分别沿两个斜面滑到底部，所需的所花的时间相同，或速度。那其实呢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学过了，不管是光滑还是粗糙，它都是等加速度。大家可以接受吗？光滑就是重力分过来造成的加速度。那如果是粗糙的话，除了重力分过去，还有一个摩擦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光滑还是粗糙，它都是等加。那等加速度的公式呢？所以这个题目呢，等加速度的公式 ，v 等于 v 零加 at，s 等于 v 零 t 加二分之一 at， 啊 ，v 平方等于 v 零平方加二 as。很惨的就是，你知不知道这两个的加速度？不知道，可是你刚才念的所有公式里面都有 a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卡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就忘了有一个没有 a 的，对。其实我们在搞等加速度的公式 ，s 等于 v 零 t 加二分之一 a t 平方，这个公式其实就是用 v t 图形下的面积搞出来，它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，然后你只要把那个下底 v 等于 v 零加 a t 带进去。就可以得到我们背的东西，可是呢，这里面这个就是没有出现加速度，它只要起点的速度、终点的速度乘以时间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用的，因为它不牵涉到加速度。但是大家都没想到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这个跟你感觉想太多关联，因为它起点是静止，终点的速度就是要等，所以 s 等于 v 零初速加末速乘以时间除以二。时间大家都一样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末速度就是二 s 除以 t， 二跟 t 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速度比根本就是位移的，就是位移的。那这个位移呢，因为这两个你可以画一条辅助线，这两个的位移呢，它们的高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用已知高要求一个斜边，就是。乘上或除上一个三角函数，所以我们的 s 呢就是 h 除上 sin， 也就是我们的 s 跟 sin 是成什么反比，所以这题就是上一次把这个 two 上 sin 这样，这样。转折点都很重要，请问你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意思？速度变慢，它速度开始变慢，对不对？就是转折。
合理，就是它的加速度开始变换方向，可以接受吗？但是那这个点呢，跟 S 轴的交点这一点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折返点，对不对？就是上面的位移是正，底下的位移是负，所以这是折返点。所以请问你哈，这个很多人就是被这个 B、C 选项，什么叫上升时的加速度？上升就是这块三角形，可是它上升有两个加速度，第一个加速度是增加的，第二个加速度是让它速度变慢。那你到底要回答哪一个？不知道要回答哪一个。那你说老师回答平均加速度，平均加速度是速度变化，那你一开始速度零，最高速度也是零，那平均加速度是零，所以其实这一题你是无法回答。这个选项是对，就是因为它也没有问平均嘛，它只问你说上升的加速度是否一直就是。所以如果上升加速度有改变，它就不一样。对啊，上升的加速度是有改变，有一直是40吗？没有，所以这个选项你就是不能选。平均就是零，对，因为一开始是零，到最高是零，那它才要下降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这个不能回答。第五个学需要讲解吗？火箭到达一半的时候的速度，反正不是200，就画一条。对，第一个，因为它是一个判断选项嘛，你就把200画过去，然后去算那个面积有没有一半，对吧？啊，这种就是叫做代数字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真的要你算呢，火箭到达一半的时候的速度，那你当然是要把整个高度算出来，先算全部。对，整个高度就是10000公尺，那一半是不是就是5000？那你当然不要算前面5000，你用后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后面呢？假设这个是7。这个斜率是10负10，那我们就算大小，所以17，所以这块面积呢是1/2的底推高，要5000，所以这个时间就是10:10。如果这是10:10，这个不就是100:10吗？所以呢，10:10用3点多带进去，它的速度应该是大概是316了，那我们就大概是320，绝对不会是它的两倍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我们这个题目，当然我们用带进去就说，哎，你错。如果他真正要我们算，我们也要算，这样可以吗？ Okay. 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这一题有需要讲解吗？没有。那题一组呢？题一组有没有需要讲解？第一题的，第二题，题组第二题。我们看题组第二题，那不是。他说：“甲乙两个球同时从 A、B 两处静止开始落下。如果呢，甲球比乙球晚1秒钟，请问你楼高多少？”那首先，因为上面是不是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它的楼是从这边开始，然后他告诉你这个长度是20。那现在呢？我们现在是同时静止，也就是你从这边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落地，这边这样噔噔噔噔落地，就两个差1秒钟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就是设一个叫 T 落地，一个叫 T 减一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它们的高度差呢？我是从 A 是从上面的1/2距离，那 B 呢？它是从从这个地方自由落下，但是我会少1秒，所以1/2 g t 减一的平方。那我们要写成等式的话，就是你落下的高度比我落下的高度多了20公尺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 t 解出来。那 t 解出来呢，就可以去解那个楼高。楼高用t 是2.5秒，所以1/2 g t 平方，所以 a 落下来整个是31.25。可是因为他问你楼层是不是要加上面那一段，所以呢，你要把上面那一段算出来，我觉得还比较麻烦。那上面那一段要用第一小题，可以吗？第一小题。
十一小题，如果你能知道 A 点的速度从上面掉下来 ，A 点的速度，那你就可以用末速度平方等于初速度平方加二 a 去算上面那个 x， 然后两个加起来，所以这就是计算稍微复杂一点。好。OK 吗？哦，你是加法加错，所以大家发现这个计算能力很重要哦，要训练。然后还加错有答案。对，加错还会有答案的。对啊，不然去死。这条件怎么算出都有答案。好。最后一题。老师，我是看 x 是零的，是零还是二？哦，对啊。这样也很好。就是解题不一定要，就是只要能够解决问题，这个但是轨迹方程式的意义哦，就是不是啊，它就平方啊，你就平方啊，因为你的坐标原点在这里，所以你 x 有一个初速，所以你的 x 呢就是每秒几公尺，每秒几公尺，所以 x 等于 v 零 t， 所以 x 等于 v。可是你的 y 坐标呢？一开始你有一个 y 坐标叫20，接下来因为你落下了位移，所以你的 y 坐标要从20把你的位移扣掉，所以你的 y 坐标就是20，然后扣掉你自由落下二分之一具体的。那什么叫轨迹方程式呢？对，就是因为时间一定是同时发生，就是我一秒的时候，你的 x 跟 y 一定要在。代表都是同一个那个点，所以你这个时间跟这个时间是一样。那我们只要轨迹，所以呢，也就是我们要 s 跟 y， 我们不要时间，所以你把这个时间带进去，这就叫轨迹方程式。所以如果这题不是选择题，你会不会？会。会。会。其实应该要考手写题，不过初级老师实在是很善良，算第一次考试，让大家用判断的。就五得分，要不然这题考熟悉这个计算题，你要知道轨迹方程是什么，应该会想到。但这题你用带着就好。好，这是送分送给大家的，但是我们要真正把它分了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哦。我们复习就是这样准备，你把内容看一遍。那考试当下去尽量去思考，训练自己计算能力，训练自己解题等读题目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常读完题目就自以为说，哎，就是那个意思，结果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这个都要训练。那因为一个礼拜只有考一次，所以请大家要珍惜，好不好？然后分数不要那么在意，好吗？然后我一定会检讨。那我们检讨完，真的把每一个题目弄懂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那可以收过来了。小老师登记分数了吗？好，登记了。好，那你怎么说？订正就是给你们订正好，就给小老师看，他就会帮你登记，然后我们就会加分。这样可以吗？那不订正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原始成绩，我就是用原始成绩。哦。老师直接改就算了。嗯。直接把它改。对，订正，你知道订正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加一把，因为考60分就变八十。老师，那订正，可是我还是会再调。订正我要拿给你看。小老师，他说小老师，比如说两位小老师，你们可分配啊，一人看一半，两位一个看基础好，一个看我好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，那我们收起来了。那我也一样会上传解答，好不好？好，收到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进度。22页哈，这个第三题。
那这一题你看哦，职考其实真的也考得不难呢。我们已经是教得很难了，大家不要做比我们教更难的题型，知道吗？好。他说拨弄在两个，但是一定要弄懂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好，拨弄在两个介质传播的速率分别是 V1 跟 V2。图中呢，直线代表这个波动的波浅。如果从介质一经过介面传到介质二，你认为下列哪一个是它传过的？有可能是这样传然后变直的，有可能，有可能斜斜的传然后变直，不可能，一定要直直的传才会是直直的，要不然你那个 size， 大家还记得那个折射定律吗？V1 比上 V2 等于 sin 对不对？西塔1比上 sin 西塔2。如果你垂直，那 sin 不就零度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你说老师，那 sin 零度这样不是没有意义？可是你可以用交叉相乘。交叉相乘的话，如果有一个是 sin 零度，另外一个也一定要 sin 零度，这样才会是等式。所以一定只能垂直传，所以 A 是不可能。那既然 A 不可能，当然这个也不可能，对的。那可不可能这样传，然后这样子？一定要在法线的两侧。所以这题真的是送分诶，答案就是 C。大数大，小小数小。好。那可是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就是说，虽然你可以这样猜，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B1 大于 B2 哦，它有两个必须要同时。就是它的曼达万一定要大于曼达兔，它的西塔万要大于西塔兔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看到哈，我今天这个是这样子过来，我这边一定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第一个角度的变化没有问题。可是还有波长的变化，你看这边的波长跟这边的波长，你要稍微观察一下。你看这边的波长是不是比较细？波长是比较长。波比较稀疏，那波长是比较密集，所以一定要两个条件同时成立。如果它这个地方画得很大，这样可以吗？不，也不行。哦，所以你要注意，不要像你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就是这个是速度比较小，所以它是从一个速度小来到一个速度大，所以果然它的角度变大，而且它的长度，这个波长要比这个波长要来得更长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就注意这两个细节就好了。好，所以这题没有问题，答案 C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题。如图是水波槽的一个部分，频率20赫兹的起波器振动，使它由第二区传向第一区。OK， 所以这边是波源。实线的部分呢，就是波峰的投影。OK。那虚线是一个交界面，那实线跟虚线的夹角，他说这边这个波前跟这个界面的夹角，这个角度是53度，然后呢这个角度是30度，潜水的波长是2公分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请问同学，波在第一区的频率比第二区大，对不对？频率会改变吗？不会，这是错的，这是一样。请问你，第一区的水深比较浅，对不对？第一区水深比较浅，可以接受吗？你好的波长比较短，这样。好，再来入射角几度？各位看，我先告诉你入射角怎么看。入射角怎么看？我这样入射，这个53度，入射角几度？37还是50？糟糕了，37还是50？你看哦，如果你真的考试忘记了，你就画这个叫入射的方向，可是你要画法线。所以你的入射角其实躲在这里，但这个角度几度？如果这个角度是西塔角，这个就叫做叉叉角，然后这个叫做53度，所以请问你入射角几度？53度。所以你要知道入射角
我们所熟知的入射角是入射方向跟法线的夹角，可是如果他今天拍摄的是坡前，反而是坡前跟界面，也就是这是本尊，这是分身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分身呢，就是五十三，对，入射角是五十三度，这个选项是正确。好，第三个，深水区的波速。它给频率耶，可是它给浅水区的波长哎，所以其实你能算谁的速度啊？你只能算浅水 v 等于 f 乘上 lambda， 浅水区是40，那深水怎么办？用折射定律，对不对？速度的比就是角度的正弦函数比，可以吗？所以呢？深水区的速度比上浅水，应该请问同学，深水区的角度是几度？深水区是不是53度？对，是 sin 的53度。那浅水区呢 ？sin 的30度还是60度？30度还是60度？是不是就是30度？就是那个坡前跟界面的夹角，也是30度。所以这边是1/5，这边是1/2，所以是8/5。那因此呢，你就可以算出深水的速度是64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同学们会看角度吗？会哈，你要记住哦，有本尊跟分身。我昨天有提过，可能要想过几次。就是我们正常的入射角是入射线跟法线的夹角，可是我们拍照的时候，我们拍到的都是坡前跟界面的夹角。这两个都是，对，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。好，再来第五个，如果入射角是 I， 折射角是 R。赛 i 比上赛 r 是一个常数，不同的频率会得到不同的常数，什么意思啊？请问同学，这个赛 i 比上赛 r 其实就是什么？是不是入射的速度比上折射的速度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？这个速度的速度跟什么有关啊？跟频率跟波长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同的频率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长度吗？不是，原因就是这个东西都是由谁决定？深浅，对，它都是由水的深浅决定。所以一旦水的深浅如果没有去改变，请问同学，速度的比值会改变吗？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叫常数？它就是由深浅，除非你去改变，你在做实验的时候，除非你去改变水的深浅，要不然这个比值是不可能改变的。那所以你改变不同的频率有影响吗？没有影响。所以他说不同的频率将得到不同的常数，这个选项是错的。除非它改变水的深浅，这样可以听到。好，那实力养成我要讲一题了。我们讲这个第二题，在水波槽中，深水区的波长是2公分，浅水区的波长是1.5，起波器的频率，那这很简单，所以深水区的速度就是 f。对，乘上烂的24，那浅水区就是，所以14.4，所以 A、B 没有问题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什么叫深水对浅水的折射率？我像这种道理，我们从第一个介质进入第二个介质，是不是念成后来对原来？后来对原来就把后来的折射率除上原来的折射率，对不对？所以深水对浅水应该是深水的
折射率除上潜水的折射率。那折射率跟速度是成正比还是反比？折射率越大，速度越小，折的越严重，一定是速度越慢，所以成什么比？反比。所以你请你把潜的速度比上深的速度，所以潜的是 14.4 跟24，其实就是3:5，没发现错了，不是5:3，是3:5。接下来，如果我今天在深水区以30度传过去，请问你我的折射角要怎么做？是不是用折射定律？可以吗？可以用折射定律？对，折射定律哈，我把折射定律写一次，就是 V1 比上 V2 是 sin 西塔 1比上sin 西塔 2，这个叫折射定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呢 ？V1 要带深还是浅？好，深就是因为刚才已经说浅比上深是3:5，所以呢，你就变成是5:3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深的角度是多少？30度。那请问你潜水的角度是多少呢？所以你的 sin 西塔就等于1/2，就10/3。这是特殊角吗？不是，那不是特殊角哦，在数学上哦，它就用一种，就是因为你要去查表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查到底哪一个角度的正弦函数是0.3？是不是开始去查表？我们三角函数是不是要查表？那问题是我们现在手边没有表，所以数学上呢，它就有一种表示方法叫反三角函数。把那个它怎么写法，它就说你可以去查表。那你查出来呢，就是你去找1/10，它到底是哪一个角度的正弦函数？所以我们这边就写成 sin 上面写负一，念成 arcsin。Upsine，所以它就叫做反三角函数。就是说，以后大家看到这样不要紧张，这个跟这个是同义，它们的意义是相，对，它们的意义是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角度的正弦函数是1/10，那这个角度就可以写成 upsine 1/3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这个选项说，哎，它的角度是这样，答案是正确的。那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们没有去查表嘛，我们就告诉人家说，哎呀，这个角度的正弦函数就是1/10，你自己去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按计算机也可以按出来。我看这是计算机，计算机你看这边是 sin， 有点小哈。告诉大家这个是 sin。那比如说我要按 sin 30度，大家知道答案就是多少？0.5。所以我就先按这个30度。然后我取3，那当然就0.5，可以哈。好，那如果我告诉你说，哎，0.5，那请问你，如果有一个角度的正弦函数是0.5，那请问你这个角度多少？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 inverse， 你们看到这个是 inverse， 就是反三角函数。好，所以我就先取反三角函数，先输入，我先输入0.5。好，我就说，哎，你可以帮我查一下。有一个角度的正弦函数是0.5，那这个角度到底是多少？所以我们先输入0.5，然后我们就inverse，其实就是 arcsine， 答案就是30度。好，那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想要知道0.3它到底是几度呢？我们就先输入0.3，然后我们就按这个反三角函数，这题答案叫做17.46度。所以哪一个角度的正弦函数是1/10？答案就是17.多度，你可以查表，看了解吗？你如果不用查表，计算机会帮你查好。那这样大家知道就是可以这样使用就好了。好，没有问题哦。好，我们这一节呢就教过了，我们先来看下一节。
我们要讲干涉绕射。我们上次有看影片，有没有看到水波的干涉？有没有？是不是会造就有波跟无波区？有没有这个印象？我们上次有没有看那个影片？两个水波干涉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两个水波哈、哦，两个波的干涉，这两个波、哦、要有条件，也就是它们必须是同调。他们具有同调，就是他们的调性是一样的，哦，调性要一样。是同一个调吗？其实你知道同调就是他们的什么要一样，对，他们的频率要相同。然后这个地方哈、哦，你把这个相同改成要固定，固定的什么相位差。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，它就可以产生很稳定的干涉图案，就是哎，这个样子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样，很漂亮，很稳定。我们这边就这样，黑白黑白，黑白黑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线，哦，这样隐约可以看到这样的线，就叫稳定的干涉图案，就是有波区、无波区、有波区、无波区这种稳定的。那什么是相位差呢？相位差我们之前有说过，如果两个波哈是这样，我们就说这两个波同向振荡，可以吗？如果这两个波是这样，那我们就说它是什么反向。好，那我们高中只会同向跟反向，不会有那个，所以我们只要讲这两个就可以了。同向的相位差就叫没，就没有差。那反向呢？如果你们两个这样子，代表你们一开就是你们遇到的时候，你们那个步伐是不是差二分之一个波长，或周期差二分之一个周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说它的相位差叫二分之一。那高中只会考同向跟反向，而且90%都是同向。对，只有少少数是考反向的，所以你几乎只要学同向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如果能够同时产生波峰跟波谷的波源，我们就称为同向波。如果一个产生波峰，另外一个刚刚好产生波谷，我们就称为反向波。那它干涉的图案就是这两个。那你们猜猜看，你觉得哪一个？左边这个是同向的波源，还是这个是同向的？你们觉得哪一个是？有一个同向，有一个反向，你们知道哪里不一样吗？我觉得都一样啊。有的，这个是这样，看起来不太。看起来不太。我觉得因为我是纵线的。啊。它那个是一个是这样，一个就是它两边是没有什么。这边呢？好，我们看中垂线，这两个波源的中垂线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不是中垂线？两个波之间的中垂线可以找到吗？可以，因为哈、哦、这个波哦走到中垂线，跟这个波走到中垂线的距离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请问同学，走到中垂线的距离一样不一样？你知道圆形波哈、哦，圆形波直线波就是走直线，如果圆形波就是怎么样？很骄傲，圆形波超骄傲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每个方向都到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两个点波源的干涉，这点波源它会发出圆形波，这点波源也会发出圆形波，所以这个波它可以到这个平面上任何一个位置，这个波也可以到平面上任何一个位置，所以大家一定会有机会在这边遇到，可以吗？结果你走的距离跟我走的距离永远相等，请问你，如果我们是同向？那我们又走一样的距离，所以我们来到这边一定会怎么样？同向振动，可以吗？所以只要我们在中垂线上，看中垂线上第二、黑白黑白黑白就是波峰亮，黑就是波谷，所以这个地方一直在震荡，一直在震荡，一直在震荡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负点，也就是负线，所以它中间那一条是直的，对，就是我们可以随便画，就是画它的中垂线上，
所以也就是这两个波如果走到中垂线上，他们一定一起震动，所以那个地方一定震动很厉害，一下波峰，一下波谷，一下波峰，一下波谷，所以它是负点，所以这个就是同向的波源，可以接受吗？老师，那它在负点上面的波会跟其他的波很大，就是它就特别大，就是它振幅又很大，就跟其他的还不一样，对，因为它在中垂线上。那可是你看哦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你没有发现，这边是黑白分明，这边也黑白分明，但中间有个灰色的地带，有没有？这个就代表呢，我们两个是那个点，因为你知道这样子是白，这样是黑，白黑就是波峰是白，波谷是黑。那请问你中间是不是就是灰色地带？所以代表这个地方哦，根本就破坏性干涉，就是我们的波走到那边就抵消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是反向震荡，然后我们又走一样的距离，请问你走到这边是不是你波峰我就波谷？所以如果你发现中间是节点，那么这个就叫做反向波，因为它们都是破坏性干涉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一定要会看得懂这个图哦，考试会出现这种图，你要知道这种叫同向干涉，这种叫反向干涉，会看哈 ？OK 好，那90%都是考这个的，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同向振动。那同样震动呢，刚才那个是画出来的，那这个水波长我们拍照可以拍出来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这是同向的，就看中间呢，对，就看正中间。好，那我们为了要讲解，我把它画成右边的这个示意图。好，所以我们点波源在这里，你会发出同心圆的圆形波，一个圆，两个圆，三个圆，所以这个实线的部分就是波峰所在。然后呢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实线的部分是波峰所在。那我们看那个中垂线上，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你要走啊走啊，走到中垂线上，跟我走到中垂线上，一定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？建设性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负线，那它是中央，其实它就是负线，因为它震动很。那因此他们所走的波程，我们把它叫做德尔塔 X， 相差等于零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德尔塔 X 呢？就两个点波源很骄傲，它发出来的波会走到任何地方，当他们达到那个点，他们所前进的距离的差，我们称为波所走的路程相差，我们用德尔塔 X 来形容，所以德尔塔 X 就是两个波所走的距离相差多少。那正中央有差吗？正中央，请问同学，正中央的波程差是不是就叫做德尔塔 X 的零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哦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随便找一点，就是找 C 这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就说我从这边呢。因为圆形波很焦，是每个地方都走得到。好，我再说一次，圆形波 S1 说，哎 ，P 没有问题，我一定可以走到你。然后 S2 说，我也可以啊。好，所以这时候他们两个走的距离就不一样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从这边走过去哦，你看哦，一个波长，两个波长，三个波长，四个波长哦，哎，我走了四个波长。那他就说我走了一个波长，两个波长。三个波长，他就走三个波长，所以他们差几个波长？一个波长。如果在这一点呢，我是不是我走了一二三四，我走了五个波长，你呢？一二三，你是不是走了四个波长？也就是这一条线，这个地方每一个点到两个波源都差多少波长呢？差一个波长。各位同学，差一个波长。你猜他们遇到会怎样？会建设性还破坏性？是不是还是建设性？所以那个地方还是震动很厉害，但是它的波程差德尔塔 X 就是一个波长，而且它叫负线。那它是正中央数过来的第一条，我们就叫第一负线。这样听得懂吗？好，正中央是中垂线。正中央旁边数过来的第一条负线，我比你够一个波长，
而且这上面的任何一个点，你随便找一个点去数数看，我所走的距离都比你所走的距离都一个波长，那我们就称为第一副线 ，OK？ 那各位同学再往旁边看，第二副线，你猜波长它是多少？两个波长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左老师我相信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再画，随便画，你随便找一个点。好，你随便找一个点，我们两个遇到的时候，就看那个圆弧线，从这边看，一个圆，两个圆，三个圆，四个圆，所以四个波长。那我呢，两个波长，所以差二个波长。你随便在上面再找一个点，你也可以从这边画过去，再画过去，也就是第二条副线上的每一个点都差两个波长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所以呢，它也是建设性干涉。因为你知道差一个波长差两个波长都是他们还是建设性的。好，那是不是都建设性？不是，也有破坏性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破坏性。比如说我们找这个点，因为圆形波很骄傲的就是我每个地方都到得了哦，所以我一定可以到得了你这一点，我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两个人所走的距离。那因为这个呢，一个圆、两个圆、三个圆、四个圆，所以四个波长，我就是走四个波长。好，那我们看 S2， 一个圆、两个圆、三个圆，有没有到第四个？没有。没有，所以三个半，四减掉三个半是多少？0.5。哎，我们两个走，我们两个本来一起振动，可是我们在走的时候，我竟然比你多了半个波长，代表我们两个遇到的时候。是不是你在波峰，我在波谷？破坏，所以这就是破坏性干涉，可以吗？那你可以随便找这一条线上虚线上任何一个点，你都会发现他们两个，你去数他们的距，他们通通都差半个波长，所以这个波程差我们叫做二分之一个波长，那它是结，因为它是破坏性干涉，就像不动的点结点。好，那它是正中央数过来的第一个，所以我们称为第一节线。各位同学，你很聪明，什么叫第二节线？代表它的波程差是多少？非常好。那第三节线呢？非常好，二分之五，可以吗 ？OK 哈、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写通式哦。好，请到下一页。水波潮哦，上面能够产生建设性干涉，然后呢，那个点就是负点，那它的波程差 delta x 应该是什么？我刚才说这中垂线没有，然后再差一个波长、两个波长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波长的整数，这个整数从零开始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如果是破坏性干涉，那个点我们就称为节点。请问你节点的条件，它的波程差必须是半个波长的什么？奇数倍，是不是奇数倍？可以吗？那这个 n 呢就是 h 就是135点那点，怎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哦，这个就是它的。公式，你觉得公式会不会很难记啊？下课了。哦，就是好像都没教到什么就下课了。好。